东省的工艺美术，就轻工工艺的美术作品这一块展示，出口这一块是占全国比重的5%左右。那翡翠在现实生活中，它七彩翡翠92亿，它的七彩变化也是对我们艺术工匠的颜色的考究、基础的美术技能这一块的全程的现实意义特征要求比较高。基础素描的关系，带来龙气脉这种疏密的绘画这种基础，它很重要。希望通过我们雕琢艺术，给我们老西关的传统文化啊，走向世界，非遗传承，为世界助力我们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自信。那我一定要到哈佛、到剑桥啊、到美国的耶鲁去讲我们中华文化技能、雕刻技能文化，让他们了解中华民族文化5000年的真谛，让中西文化全面结合，让中华民族传统的非遗文化真正能融洽到世界，走向世界，就是我内心的一种最大的比重。